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证券经营实务啊与、呃、分析的第一次播出。那我是郑天宇老师。同样的，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特约来宾啊、呃，是徐老师。他本身啊、呃，目前在大专院校有讲授有关于投资学以及证券啊分析这样的课程之外，他本身也是证券分析师。那我们请徐老师。哎，各位同学以及观众，大家好！啊、呃，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 分享我们这个证件经营实务的一课程的一个呃内容。那谢谢徐老师的自我介绍。那我们知道哈，今天是我们证件经营与实务的第一次播出。那有时候有些同学就问老师，为什么我们要把啊这个课程叫做证件经营啊与实务？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是要把我们的投资这一件事情，把它当成一辈子的事业，所以我们才会起。 这个名字啊，就是证券啊经营。那当然，今天是我们证券经营与实务的第一次播出，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学期啊十八讲的课程大概的来跟各位说明。那我们的课程的第一讲最主要要给各位哦，有一一些的一对证券投资的一些概念。那这一第讲的话，它包含的就是说，在这个证券市场有哪些啊参与者，包括主体跟客体。 以及各位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投资观念。那第二讲次的话，我们要跟各位啊分享的就是说，哦，你是上市股票、跟上柜股票以及新贵股票到底有哪些不同，以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承销，也就是说我们的股票要怎么样卖出去，以以及我们在买卖啊有关于证券，也就是投资股票的一些实物。那第三讲要跟各位谈到有关于信用交易以及我们的除签息。 那第四讲跟第五讲，我们要跟各位说明的就是我们的技术分析。那技术分析里面包括 K 线，以及移动平均线，还有 KD 指标、n a c 啊、呃、a c d 指标等等。 那第六讲我们要跟各位谈到的，就是说我们一般投资者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参考一些经济指标，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指标。那这一章我们会跟各位啊交代和非常的清楚。那第七章的话，我们要跟各位谈到有关于产业分析。那产业分析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在呃上市或上柜的话，我们到底怎么样的分类，以及未来呃产业的一个动向，我们会这个。 讲师会跟各位说的很很明白。那第八讲的话，最主要要跟各位谈到基本面的分析，包括股票的啊本益比呃，以及哦股票的啊有关于股价净值比啊等等这些啊、e、EPS。那第八章的话，要跟各位谈到有关于啊固定收益商品，也就是债券。那第九章要跟各位谈。 到的就是有关于基金，那一般基金我们分为封闭型基金跟开放型基金，那我们封闭型基金就是在集中市场买卖，那你目前的话，呃，有类类似那啊台湾呃，五十以及中小一百啊、呃、这些所谓的啊、呃、指示型基金，也是在我们的集中市场作为买卖，这这个章节我们会跟。 各位啊，清楚的交代。那第至于第十章就跟各位谈到选择权，那选择权在衍衍生出来的，包括认购权证以及认售权证，以及在衍生出来的牛证跟熊证。那第十一讲、哎，第十二讲的话，我们要跟各位谈到就是有关于呃期后。那期后的话，最主要就是我们台湾加权股价走势期后以及个股啊期后的一个介绍。那十三讲就是有关于啊。呃 呃，套利，也就是我们像 E D R 或是说我们的呃可转换公司债那如何来套利。那至于第十四讲以后，我们要跟各位介绍就是全球的一个股市，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宏观的一个概念哈、哦。那还有包括台湾的啊呃,呃股市的一个状况，还有我们会跟各位介绍呃美国的，还有就是呃日本以及韩国等这些国家的一些股市的发展状况，这个是。 啊、呃，我们啊，从、呃、第一讲到第第十八讲，有关于啊、呃、本学期要跟各位介绍的啊、呃、一些内容，跟各位说明。那我们首先来跟各位介绍第一讲。那第一讲，我们同样哦、呃、有三个重点。那第一个重点的话，我们要跟各位谈到的就是有关于啊、呃、了解证券市场的一个概况。那第二个重点的话，我们要跟各位说明的，呃，就是要了解投资股票啊、呃，你要成功要必须要哪些步骤。 那第三个重点的话，要跟各位谈到的就是了解啊、哦，你投资的基本原则，好、哦，以及你投资的时候，你必须要啊、哦、大量的 A 读那这个 A 读的话，资讯要从哪边来？这是我们要跟各位说明的。那首先，我们来跟各位谈到有关于啊、哦，我们目前的证券市场的一个概况啊、哦，有关于证券市场的概况，我们先来了解什么叫做投资啊、哦。那投资的定义，我们这么来跟各位说明啊、哦，投资的话就是说你目前 有一笔资金，那你透过时间的货币价值来累积你的财富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从这个定义里面，我们就可以发觉它有三个啊因素。第一个，你一定要有一笔资金。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现在还年轻的话，哦，你现在要赚钱的话，一定要勤俭的习惯。那勤俭习惯的话，你就可以累积的一笔啊钱啊，用钱来赚钱会比较快一点。那第二个，你你有了一笔钱之后，当然你就要。 投资的话，要需要一段期间，那一段期间的话，你至少要三至五年的一段期间，也就是说，你要善用所谓的互利啊的一个效果来创造你的呃财富。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要用货币时间价值来互利的效果来创造你的财富的状况之下，你必须啊要有一一个预期报酬率。那这个预期报酬率的话，也就是各位同学，如果那你在选择投资的标的，一定要选择那些殖利率比较高的哦。 就像说你在投资股票啊，目前像老师来讲，认的像呃国泰金，或是说呃像呃呃国泰金，或者是台积电等等这个值利率比较高的状况之下，你就可以做一个比较中长期的投资。那我们了解了投资的定义之后，我们再来深进一步的去了解什么叫做证券投资。那证券投资到底它是在买卖哪些有价证券？那这个是我们的证交法第六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啊，第六条是说所谓的有价证券啊，包含啊政府的债券，还有公司的股票，以及呃公司的债券，以及经财政部核准的有价证券。那这个经财政部核准的有价证券，目前我们核准单位是由哦由我们的经管会，所以由经管会核准的有价证券，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它所衍生出来的金融商品，还包括所谓的啊其后。 选择权等等啊，这些商品，这个是有关于我们投呃证券投资的一个定义啊、哦。那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既然要投资，一定有一个场所。那以目前我们在投资的股票的有两个场所，一个叫集中市场，一个叫做呃电投市场。那什么叫做集中市场呢？它的定义就是说啊，它啊由证券交易所成立，那它共符合啊上市规定之有价证券交易的。 固定交易场所，也就是说，呃、啊，证券交易所并不参与投投资，它只是提供一个场所。那以目前来讲，我们的证券交易所到底它有，啊、呃，就是有哪些有价证券，哎、欸，给各位买卖呢？我们来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股票，那一般股票我们可以分为啊、呃、普通股跟特别股啊、哦。那第二种我们要跟各位说明的就是所谓的台湾存托凭证。 那台湾存托凭证的话，也就是说，哦、呃，有些公司在国外已经上市了，他又来台湾做第二次、第二次的上市，这个叫台湾存托凭证。那一般它的代号都是九一开头的。那第三个商品的话，我们跟各位说明，就是认购前证跟认售前证，以及哦、呃，它所衍生出来的牛证跟熊证。那接下来我们来。 再次看一下哈，还有就是可转换公司债哦，像那个九九四一的话，它就有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啊。一般来讲，它就都会后面注明哦，用呃一二三四这样的一个代代表。那接下来的金融商品有公债，还有我们要了解到外国的债券。所谓外国债券，就是外国基。 呃，机构来台湾发行的啊债券，我们叫外国债券。那接下来我们还要了解哦，封闭型基金，也就是说我们的基金分两种，一种叫开放型基金，另一种叫封闭型基金。那封闭型基金的话，它本身是在集中市场买卖。哦，接下来我们跟各位谈到的另一个商品就是不动产证券化收益证券以及金融证券化收益证券。那最后一种商品哈、哦，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第一上市。 的一个金融商品，所谓第一上市金融商品，就是呃它的登记设立是在国外的，但是它来台湾是第一次上市的。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些股票，我们的开头都是用 F 的啊。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跟各位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谈到有关于电投市场，有关于电投市场，我们请徐老师啊详细的跟各位介绍。好的，那电头场电头市场的部分呢、啊，我们英文是 Over the 啊、uh, Counters Market，我们简称 OTC，也就是我们的呃财团法人中华民国证券柜台买卖中心，那我们简称为柜买中心啊、呃，在这个市场当中啊，我们啊、呃、主要的一些呃标的的部分呢、啊，跟我们这个啊。呃 前面这个集中市场是很类似的，它最主要的一个精神的所在就是它的一个交易的方式啊，它保留在一个啊传统式的一个 counter 的啊一个所谓的一个意价 n e g o 的一个方式。那当然，它还是跟集中市场一样，它有一个啊自动的一个啊撮合的一个交易的这个电脑的系统来啊成交这些啊我们商品，能够在这个市场能顺利的完成。那 如果有打棒球的人，大概就知道看棒球的人知道。我想这个集中市场，我们可以举例为那个美国的一个大联盟，这个电头场电头市场的部分啦啊，比较类似这种小联盟。那小联盟呃，当然就是它是一个呃这个大联盟的一个后备市场，类似我们柜台买卖中心，它是一个集中市场的一个啊、呃、后备的一个中心。那在这个呃市场当中啊，有一些呃待价而沽的，或是这个。 啊，努力经营的一些啊比较规模比较小的这些公司啊，他们都可以在这一边啊准备做上市的一个动作。那我们这一部分这个市场里面的主要的一个金融商品呢、啊，如同这张字卡的部分呢，它最主要是以啊普通股啊一般的普通股啊为一个啊，最大宗的一个部分啊。另外就是呃、啊、这几年来啊，非常呃、啊、呃盛行的一个呃、啊、东西，就是新贵的一个上市跟上柜的部分啊。 那这个在这个电投市场啊，我们可以啊这个新贵的部分呢，我们啊随时啊准备啊，如果你你表现得很好的话，符合一些我们这些上市的一些规定的话，那我们准备可以啊从新贵到上市贵或是到上市，但你也可以在新贵啊一阵子之后，也可以啊直接啊这个下贵啊这样子的一个啊新贵的部分是电投市场这几年比较啊流行的一个啊部分。另外啊在这个债的部分有公债、金融债券。 另外就是公司的一个债啊，还有包括这个可转换的公司债 （CV） 啊，另外啊近几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些衍生性金融商品呢、啊，也在这边呢、啊、可以做一个啊、呃、成交的一个标的的一个所在。那这个包括了啊这个 swap 的部分啊，交换债券的部分，还有新台币利率交换的一个部分。那当然也包括了啊外国的一个债券。那以上是这些产品呢、啊，就是我们这个电投市场 （OTC）。 这些啊、哦，我们一个成交的一些标的物。好的，啊，谢谢徐老师的一个详细的对电投市场的一个说明。那接下来我们了解到说，这整个市场有的有价证券，有的场所之外，我们接下来就是有哪些人在参与者。那参与者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啊，呃，参与者呃主体，另一种叫做客体。那一般来讲，主体的话。 哦，包括的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有价证券，哦，包括公司在股票之外，还有就是啊、呃、交易的自然人以及法人。那客体的话，也就是周围的这些啊参与者，包括啊证券交易所，也就是提供场所让我们交易的证券交易所，以及啊证券经纪商，啊，哦、以及证券自营商以及证券承销商，这三个我们称为综合证券商。那接下来就是证券集保公司，证券集保公司，也就是说各位。 买卖股票的时候，帮各位啊保管股票以及交割股票的叫做证券啊集保公司，还有证券金融公司。也就是说，各位同学，如果你要从事信用交易、融资融券的话，啊，这个业务是由证券金融公司来啊呃来负责的。还有就是证券投资信托公司，那证券投资信托公司也就是募集个人钱哦去投资股票或者债券啊这样的一个我们称为啊投顾投信。那接下来就是投。 呃，证券、啊、投资呃，顾问公司以及我们的呃等等这些公司啊为参与者。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呃、啊、说明的，也就是说第二个重点，也就是说，哦、啊、我们要了解，我们到投资的时候，在怎么样投资的步骤之下，我们才会成功。那第一点我们要了解，第一个就是你要必须要有哦呃进场之前，你必须要学习专业的一个知识。那有有关你专业的。 呃，知识的话，包括就是说，呃，如果去开户，那它的买卖方法，也就是委托的方法，还有就是说，有关于你要了解到出钱期哦、呃，还有信用交易如果去做，以及呃，实时库存股的时候对股票股票有什么影响。第二个的话，你必须要了啊、呃，要做好投资的分析。那投资的分析的话，一般目前我们两种两种方法，一种叫做基本面的分析，另一种叫技术面的分析。那有关于基本。 面的分析的一个策略哦，包括由下而上以及由上而下。有关于这部分的话，我们请徐老师来跟各位说明。好的，谢谢郑老师。那这两种方法基本上就是由上而下，啊，这是 top to down 啊。另外一种是由这个 b u t t o n to up，由下而上。那这两种方法啊，最主要的是从这个方向性的一个出发点的不同。由上而下的啊，这种典型的代表了 啊，一般的投资人是比较适合这个风险的一个爱好者。那我们啊、呃，常听到一些国际金融大师，像索罗斯啊，像之前美国历史的一个李佛摩啊，都是啊、呃、很注重这个整个一个大的趋势，包括这个国际金融的趋势啊，到这个啊、呃、这个总体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的一个发展，再到最下面这个产业底下这些啊参与这些啊、呃、公司的经营的一些财报的情况，那这样由上而下的一种方式啊。 啊，是比较适合这个啊投资者的一比较喜欢这个风险的爱好者来啊使用的方法啊。另外一个刚好相反是由下而上啊，这种代表性的这个人物是啊股神巴菲特，他很重视这一家个股公司的一个啊财务的一个状况以及经营它的一个前瞻性的问题。那之后啊，这个由下而上在啊跟刚才的方向是相反，再到这个呃产业的问题之后，再到这个。 总体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金融方面的问题，那这样的一个由下而上跟由由上而下这两种方法啊，基本上啊啊、呃、要看个人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呃性格来决定。那不过我个人的觉呃认为是啊、呃、由上而下的话，哦、啊、在一个比较算是开发中國的国家好、啊、像早期这个中国开发的时候，这个由上而下的这个方法是比较适合的啊，像最近比较。 呃，流行的这个东协国家的这个缅甸啊，你随便买啊，这是个趋势，随便买一只股票它随便会涨啊，这是由上而下的一个观念的一个呃应用。那至于这个由下而上的部分的话啊，是比较啊类似成熟的一些呃经济体，像美国这种呃国家，好，它这些呃经济已经达到一个稳定的一个成熟期，那你可以啊专挑某一一家公司啊，像这个股神的可口可乐啊。 股神啊，所啊注重的这样这个啊窝骂这些啊公司啊啊，只要把这个公司啊挑选对，那之后啊你做长期的一个投资啊，都可以得到啊相当好的一个报酬率。谢谢。好了，谢谢徐老师的一个说明。那我们刚才讲到说，你投资要成功的话，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有专业知识。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你必须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哦投资观念，以及你要遵守这个纪律。那有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 分为四点来跟各位说明。那第一点的话，我们要跟各位说明的，也就是说，你买进股票一定要理有理由。有关于这方面的话，因为我们休息一下子，等一下再跟继续跟各位说明。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你买进股票一定要有理由。那到底有哪些理由呢？我们有跟各位列出来，跟给各位做参考。第一个的话，哦，你必须要长期的来观察。也就是说，我我们以前长期在观察，就是有一只股票叫呃金华科，那它做。 做的是什么？隐形眼镜。那隐形眼镜的话，它的产能利用率都满载、满载的状况之下的话，它又增加它的生产线。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一起说，这一家公司的哦未来的营收一定会成长啊，这、哦就是我们要必须长期的来呃观察。第二个，我们要观察到它的负责呃负责人。 到底这个负责人值不值得你的信任？像我们都了解哦，像台电的董事长，或是鸿海、国泰金哦，或是富邦金哦，这些的负责人，我们都非常的棒哈。那接下来我们第三个要跟各位哦说明的，这个产业是否有未来性哦？那有些就以目前我们台湾的很多的电诶、欸、呃呃高科技，也就电诶、欸、电子零组件的话啊，中国大陆已经都慢慢的替代性越来越高，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有很多产业哦就不值得我们去。 啊，做投资。那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就是有关于呃，该公司啊、呃，在这个产业是否领导者。我们一般来讲，哦，啊、呃，呃，如果整个产业它是领导者，可以赚钱。第二名的话，它可能是损利两平，对不对？那第三名跟第四名的话，一般来讲都很难赚到钱哦，所以这个也要观察。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谈到的就是说，你对这只股票的。 它的啊惯性，也就是它的股价的起伏，到底有没有熟悉哦？这个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各位，你如果有时间技术面看得懂的时候，你一定要每天大概看三十档甚至五十档以上的哦，它的一个啊、哦、股价的走势啊，这样的话你啊、哦，熟能生巧，你对对这一只股票你就会相当的了解。那第二个我们要做的啊、呃，就是你必须要所谓的庭审的概念哦。那所谓什么叫庭审呢？ 简单的讲就是哦，断尾求生，哈、哦，断尾求生。那各位你要知道哈、哦，我们只要留得青山在的话，我们就不怕没柴来烧啊、哦。也就是说，这个对庭审可以讲说是一个最佳的字解。但是各位要了解哦，如果你买的股票，那如果它一直往下跌的时候，各位要记得绝对不能往下摊平。你要了解好、哦，散户的呃、哦，在投资股票的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往下摊平。但是 哦，对于台湾五十或是中小一百的话，哦，因为它毕竟是由我们五十只股票哦所组成的，呃，一个呃类似一个股呃一个商品。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呃，类似台湾五十的话，你如果往下摊平的话，哦，应该都可以呃，你的应该可以获利哈。这个跟各位说明。那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到哦，你。 在设立庭审的话啊，如何来设立这个庭审点？那几个我跟各位说明，第一个，各位要了解到啊，你可以从它的有关于形态学，也就是它的图形，如果它跌跌破的啊。 我们所谓的燕头啊、哦，或是说啊头肩顶的一个颈线的话，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就必须要卖出。第二个，你也可以用移动平均线，也就是说，如果这只股票的话哦，它跌破的六十日均线，也就是所谓的季线，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也可以卖出。当然，你不用技术面作为你的庭审的呃一个判断的标准，那你也可以自行的以。 啊，八 percent、哦、或十 percent 作为你的停损点啊，这也可以。那第三点的话，必须要停利。那当然，什么叫停利呢？也就是说，把你获利的部分哦，当然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叫停利。那停利的话，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哈、哦。那一般来讲，你如何来设定你的停利点呢？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技术面啊、哦、这方面来跟各位说明哦。那在技术面的话，当然我们就讲到说，如果 它跌破的重要支撑，那什么样的重要支支撑呢？我们来跟各位说明哈，像移动平均线啊、呃，如果说啊、呃、你說，很阵子说哦，我跌破的十日移动平呃十日的移动平均线的话，那我就是停利卖出也可以。那第二种，你也可以按照我们的黄金切割力三个点哦、呃，也就是说，你如果跌到零点三八二或是零点五以及零点六一八的位置，你也可以啊、呃、停利卖出。 有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在技术分析这方面会跟各位讲得更清楚。那第接下来第四个啊、哦，你卖完的股票之后，你不要马上买股票啊、哦，除非说你是要啊、哦、太弱走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往往你把股票卖出去的时候，当时的这一只啊、呃，当时的你的股票。 卖的是高点，但是相对你去买其他股票，它可能也是相对高点。所以，当你卖卖完了股票之后的话，你必须要有耐心的等待啊、呃，等待在呃股票呃在回档很大的回档的状况之下，你来买，我认为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有关于呃我们在跟各位谈到有关于你要投资的时候要成功的步骤。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谈到第三个重点，就是有关于投资的基本原则以及投资。 的资讯来源有哪些？这个是我们第三个重点。那有关于投资的基本原则，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到啊，判断啊国际金融情势的判呃作为判断长它是长空或是呃长多哈？为什么巴菲特曾经讲过哈？呃，我们不不要跟趋势作对。那趋势的是怎么样去判断呢？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啊国际金融的变化。如果国际金融整个变化。 对未来的走势是有利的，这、就、个是一个长多，那我们就做多。那如果对国际金融，我们的判断它是对未来是不利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啊、呃、做呃做空。所以我们时常听到一句话啊，多头可以做，呃，空头可以做，就是不要做猪头啊。这个就是趋势的分析。那第二个，我们要判断短期啊，到底它是走多还是走空的话，各位可以观察啊，外资在台子期的或是选择前的啊不。 哦，未平仓的一个布局。那如果说未平仓的布局，如果它超过呃正的一万两千口的话，我们认为啊，短期间外资是做多。那如果说它是负一万两千口的空单的状况之下的话，短期它是哦。呃 一个不空，所以各位要注意。那第三点的话，我们要去了解到有关于筹码面。所谓筹码面，就是信用交易，也就是融资融券的一个变化，以及我们大股东的持股。如果大股东的持股越来越少，就代表说这家公司可能会有问题。但是这个有涉及到啊信托的问题，这个后面我会跟各位说明。那接下来的话，各位要去了解，就是哦有关于未来的产业的一个发展。哦，刚才我们强调过哦，尤其你从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找到。 你未来的一个产业就像保雅一样哦，我看到保雅的股价一直在涨，但是我不知道原因。结果我就是到它的呃卖场去看哦，真的是人很多，那就是知道说啊，这个保雅的话将来营收会非常的不错啊。这、哦、个、就是有关于啊、呃、产业。但是至少你对产业不了解，当然你绝对不要去买未来没有希望的产业。那接接下来各位要了解到，你可以用所谓的。 哦，基本面来作为你的选股的一个依据。那基本面的话，就包括所谓本利比，我、哦、买本利比比较低的，它的获利比较好的，那营收有在成长的啊，这个是基本面作为选股。最后，我们用技术面来作为我们啊进出的一个点的依据啊，这个是有关于我们投资台股的一些原则。那接下来要跟各位谈到有关于呃。 巴菲特他在投资的一些精神以及他的一个做法，有关这方面的话，好，徐老师非常的了解，我们就请徐老师来跟各位说明。好的，呃，各位同学，刚才郑老师已经很详细的把他一个投资的一个原则跟新的跟同学做个分享。那最后我们几个巴菲特他的一个投资实践，他的精神的一些原则啊，整理出六点。第一点啊，巴菲特他主张要长期投资，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时间设定在三至五年的一个投资。 那尽量不要做短线。第二点，选择呃绩优型的股票。那这个包括有啊，第一个你要选择它形象良好的呃这些经营者，在台湾这样的例子也啊不胜枚举。另外的就是我们要选择这个业绩良好的一些呃经营的一些公司。那最好是这个五年内啊，它每年 EPS 平均都在五块钱以上，那每年会配股这个百分之二十。那根据这个互利的一个时间价值啊。 一张股票经过二十年，那每年呢、啊、有百分之二十的一个报酬率，经过这个互利的一个结果啊，就啊、呃、变成了三十八张啊。另外一点就是要前景啊、哦、看翘的这些产业啊，这个有 p r i m i s s i o n 的一些产业。另外我们这个它的第三点，我们整理出来是要用自有的资金，那我我们尽量的避免不要去融资融券，那这样比较不会遭到这个断头的个命运。那第四点，我们能够。 省吃俭用，在年轻的时候啊，努力的呃累积财富，那利上滚利，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接近财富的这个呃，就比较啊来得近。另外第五点呢，在投资组合的方面呢，我们尽量的不要啊，把同一个鸡蛋啊放在一个篮子上面，才能避免风险。那最后第六点就是啊，把握四不一没有的一个原则啊，不要犯众人的一个错。第二点，我们。 不要涉世未深，因为股市啊深似海，那做好这个功夫啊，准备的功夫啊再入市。第三点，我们不要意乱情迷，不要被虚假的报表跟假消息所迷惑。那第四个不，不要一时的软弱，然后买到有问题的这些呃股票，你要立刻的啊出场啊，不要心软。那如果把这四点做好之后，我们晚上就没有烦恼，我们就好好的可以睡觉。谢谢同学的收看。 那谢谢徐老师对巴菲特投资的精神详细的一个说明哈、哦。那我们本章节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他的最大。 呃，它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各位你要了解到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你当你买股票的时候一定要有理由。那第二个重点，各位要了解到说，你一定要做好庭审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是不容易的。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个哦，这方面的一个执行者的话，我想你在股市里面哦要获利就比较容易。再来就是停利的一个概念哦，就是我们这一章节最。 最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各位谈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各位同学的一个观赏。